你看得多远啊？对啊，水浅啊！你看那个水温呢？怎么就安静了？ 今天是10月9号，星期六的清晨，现在的时间是5:05，我们已经出港，在永安渔港出港了。 在这边卡到搁浅，出不了。哦，我的船也差不多了，我闪开它。哎呦，淤泥啊！ 都是沙，那是北岸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喽！今天钓一钓，准备就要休息喽。安家啊，鸭子阿达利干活。 抢到头像了啊！哎，抢到头像了！现场丢一张。 金闪闪，我大家常常讲，我那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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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
也到了。好，不用急了。调整这么多呢，有些想哦，有些想，哎呦，两条两个洞，两个洞。两个灯啊，超过瘾！哦，我拉不赢了，那一样的，我接，我个台不要的，啊，这大条，啊，这么大条，他妈当野小小的，有，有，七月上来。这个小，哎呦，花生发现了吧？啊，那是两个表面的，晒不晒寒天？哦，晒寒天。哎呀，俺那表面设计哈，还不高，天哪，别炖了。有没有了？这个也好，这么容易，这么容易，还有两条，两株，干嘛？哟，这边两株，三株，四株，哎哎，四条，钓到四条。水浅啊！你那、你那边不是水温嘞？咱们就安静，看得多。要那六百，亮晶晶。我两条，我三条，就那些。
建联论对哦，建联论也不算数啊，这位高姑说，恁个倒好建联，转转用，这位高姑说了。上螺，往上螺了。6:45，刚才哈、哦，6:10到6:30还会吃，现在不会了，现在都要停掉了。20条有了吧？
在是快要七点了，6:55。这些换地方往浅的地方去了，往那前正前方港口，往港口大流啊，流很快。